起，把衣服弄湿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还好不是咖啡。没事没事。开始互夸了，你是男朋友吗？好，小姐姐很有眼光嘛。我是她普通朋友。哇，不是，真的好久不见。不是你们两个认识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么巧的吗？学游泳。对。哇，这都，我靠，很久没见了，对，快十年了吧。家人们，居然在这里碰到，太巧了吧。微信，我现在 QQ 都已经不用了，我微信包什么都没有了。怪不得他快快点找我们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巧了嘛，你们两个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啊。好呀好呀，刚好去拿咖啡呢，那我先去拿咖啡好吗？啊，你去拿一下吧。哇，帅哥，又是我们以前学校的校花哎，你怎么追到的呀？我们现在还没在一起呢，我今天才跟他见了第三次啊。那我助攻你们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那我还不得请你吃个饭啊？那再看吧。你想吃什么，到时候请你吃啊。嗯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这夸你好看呢，又勤快，你看又去拿东西了。哦，你喝吧。哎呀，宝子，谢谢，我不喝，我刚喝了很多东西。哎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？哎呀，也就一个巧合吧。是吗？就他上了我的车。上了你的车？对。哈哈哈哈。车子啊，车。聊不停。你怎么最近干嘛呢？没干嘛呢，这不逛街，然后就碰到你了吗？好巧，说好的助攻我呢，好小半天了，好像没我什么事。你在杭州怎么都不约我啊？那我们最近多约约。好，带上你的帅哥小男友。那就算了吧，那还是我们约吧。好像那个我们宿舍那个谁谁谁，话题是不是扯远了？去啊，我也没去，所以说我们才这么久没有碰到。那是的，我也没去。啥时候结婚呢？我连男朋友都没有，怎么结婚？家人们谁懂 啊？快给我介绍一个小帅哥，跟他一样帅的那种。可以可以，可以的可以的，让他给你介绍一下。我身边还真有一个。又有一个。哦不，这还真有一个小帅哥。这样子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嗯，我兄弟啊。哎，赶紧的，帮我姐妹介绍一下。我不知道符不符合你姐妹的审美。哎呀，可以。比较成熟稳重的，你喜欢吗？太没完没了了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喊她出来，我们四个一起吃个饭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同学嘛。好的好的，以后多聚聚呗。对呀、啊，要多约约。看来我们离得很近，是不是？是很近啊。啊，我好像是多余的。我感觉今天不是我的话，你们两个还遇不到一起吧？那我们是不是要敬他一杯？你酒喝多了，别进了。你是不是经常喝酒啊？没有。是吧？你们两个人的缘分还是我牵上的呢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们以前学校里关系都挺好的，是吧？对啊，校花呀。我，哎呀，你才是校花呢。哎，那个，晚上要不我们三个一起吃个火锅？可以啊。那算了吧，我火锅过敏。